いただきます。いやこれは应该先吃看看啊，好，先吃这个。这个是这个的话，是我们用阳明山山产的这个锅猫。锅猫克里松。对对对，不是克里松，不太一样。嗯，好香，而且脆脆的，嗯，那个这个芝麻酱好香哦。日本人很喜欢用芝麻酱，对，去做调味，对不对？对，用这个方式来做呈现。而且呢，我发现里面的芝麻酱比日本的芝麻酱好吃，更香，很浓哎。有在调整过，有在调整过，嗯。鲑鱼，我最爱。我跟你讲，我对那个沙西米很挑哦，因为我是那个河边长大的，所以呢，对这个沙西米，哇，天哪，看就知道这个很新鲜。那就是一点点酱油。对，你这个吃法就正确了。大家在吃沙西米的时候，就是他们习惯，最大的习惯把这个酱油跟瓦萨比就直接混在一起，这个吃法是不对的。我第一次来台湾的时候真的吓到，然后就是有一次就是在日啊那个台湾的朋友去吃高级的那个日本料理，对对对，然后他们就是直接瓦萨米，我傻眼，然后这是不对的，对啊，对对对，吃的时候沾一点酱油放在自己的碟子里面，然后再加一点的瓦萨比放进去。而且仔细吃，我们的 wasabi 的味道跟你在外面吃的应该不一样，太一样，对不对？因为我们这边用的是100%新鲜的芥末啊，山葵是新鲜的，我们不是用粉下去调的。而且呢，你看他们的东西就是真的很新鲜，那么多 wasabi 不太会强被强到，是香，嗯，美味しい，嗯，回到日本的感觉有吗？嗯，有。这道的话是鲍鱼时蔬炖物，鲍鱼是不是炖物？嗯，这里是鲍鱼，嗯，然后这上面呢，仔细看，这是鲍鱼哦，这是鲍鱼，这是鲍鱼，你仔细吃，仔细吃，鲍鱼越大颗不见得越好吃哦，有的时候小巧，有的比较小的鲍鱼吃起来的口感反而更嫩。いただきます。嗯，是不是？真的耶，有些鲍鱼啊，不新鲜的话有一种腥味，它完全没有，它只有美味。好好吃哦，而且它的口感也很棒哎。对对。然后上面我们撒上了一点这个日本进口的干辣椒丝，然后还有金箔，有没有看到？哇，你看，好像就是我突然变有钱了。谢谢制作单位，让我这一季来。哇天哪，这是白萝卜吗？对，来工。来工。那我就是用这个，就是一点点，也许来吃看看。天哪，这个太花俏了吧！你看，绿色、金色、红色，这是我在对我们那个日本人的吧，很恭喜的颜色。所以呢，吃完之后，相信我的今年的运气会变好。嗯，哦，好吃，好吃哈，不见了，哇，好入味哦，这个。你看一下大家。基本上就是那个白萝卜都是入味，就是我要花很多时间。我们接下来吃这个好了，这个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是自己要烤吗？这个自己烤，这个的话就是说，哇，我们刚刚这个，光头我刚刚跟你提到，日本料理里面它有一个所谓的五感，所谓的五感的话就是要看你要这个视觉、嗅觉跟味觉，食物看起来要美味，对，吃起来要香，放到嘴巴里面要好吃，对不对？可是，在五感里面还有另外两种，一个叫特别种，叫做听觉，听觉，要听到肉，对，肉在火网上面滋滋作响的声音，它也是一种享受。所以呢，怀石料理，眼睛也开心，鼻子也开心，喉咙也开心，耳朵也开心，我也开心。